孟少，这样子的小公司还值得你亲自过来吗？教军啊，你不懂，我特意提前半个小时过来呢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等会呢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了。好。你好，外卖到了。吼什么啊，开房子呀？不好意思啊。新来的吗？确实是第一次送外卖。难怪。还不赶紧滚，等谁留你吃饭。我是来找张总的，请问一下张总在吗？什么？你一个处送外卖的还想接我们张总？行业不分贵贱，不管我是做什么的，请你说话尊重一点。爹，给你了是吧？还尊重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尊重。你怎么还打人啊？你个臭送外卖的，我打的就是你，不要再怀疑。你会为你的行为而后悔的。哎，丽芳，这什么回事啊？张总，这个送外卖的非要见你，我正教训他呢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新董事长还有20多年进到公司了，要是影响了正式市场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是是是，我马上让他消失。哼，他就是张潇。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呸！丽芳，看到没有，这才是教训人的样子。立刻叫保洁把这个垃圾给我清走。是，张总。慢着。我就是新上任的董事长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啊。